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你只有六个暑假，每个暑假都很珍贵。你想去哪玩？怎么玩呢？暑假就这样玩，把原本不认识的小朋友牵在一起，由新朋友规划行程，带你玩出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两个一见面就爱抬杠、斗嘴斗不完的伙伴，一起来到台东布农族部落过暑假。他们将要体验烤山猪肉、玩传统陀螺、溪水捉虾，还要挑战超惊险的原始丛林。一趟意外不断的行程即将展开。小杰却是大家公认的尖叫高手，而这个暑假，小杰想去哪里玩呢？因为我三四年级有个同学嘛，他是原住民啊，所以我想要去原住民的部落体验看看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文化特色。你对原住民的印象？开朗活泼吧，就是我很好奇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有没有网络，有没有电脑？那个时候就看地图，然后就发现他们离红叶棒球的地方近，然后就想说那就买棒球，对，手套跟棒球。没错啦，这个暑假小杰要去的地方正是位于红叶村隔壁，同属台东县延平乡的桃园村布农族部落。第一次到台湾东部，忐忑不安的小杰决定带个同校好友这回来担当啦。看书跟画画，这是我一年级画的画，然后我很喜欢它，就是我刚开始学的画画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书，这是倪匡的书，然后呢它很好看，而且很刺激，然后你只要看了两页吧，然后你就会停不下来，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开口就讲不停，超级卡哇伊的点点，还有一个宝贝宠物，不过却是小杰最大的恐惧来源哦。我去过一个登山读书会老师他的农场，然后他办夏令营。以前去是去那个老师的农场，但是这次可以去原住民的部落，所以就是感觉会不一样。原住民的家里应该吃的东西很多。那你想要玩什么？我想要玩玩水。还有呢？爬树啊，抓鱼，一颗篮球，还有一个球网。为什么你要准备这个？因为我感觉他喜欢打篮球。哎，你们要小心哦，一路上。好，拜拜。你要小心哦。好，拜拜。那你们认识多久？我们认识六年。好，我介绍你，他个性非常不好啊。我介绍什么？你姐，等一下我会把你介绍很可爱哦。闭嘴！我要讲出来。闭嘴！闭嘴！不知道我昨天梦到我去台东，然后我在车上。一直 OK， 我觉得我一定会跌倒。我觉得我去蜥蜴玩我会跌倒。毛宝宝，很期待看到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孩。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热情的一个小孩。如果他们很害羞，你要怎么办？叫他们高兴一点啊，让他们嗨。赶快到，赶快到，赶快到，我想去啊！我想到，赶快到，对了。不要玩水，我要。天哪，七小时路程没有停止讲话的两人，终于在工作人员即将抓狂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真是感恩哦。我叫胡麒麟，我是布农族，我的布农族名叫做阿朗伊斯坦达丹加西亚巴拉拉比。长大哦，我想要当科学家，我是想发明就是可以代替石油的东西，因为现在就全球暖化嘛，为了地球。我对都市人的
的印象就是比较少那个出来看那个大自然，可以上去爬山啊，也可以去溪里面游泳。生长在布农世家的阿朗，从小就跟着父母东奔西跑，是个热爱自然的小探险家哦。第一次见面，难免会紧张，兴奋，很期待，很想看他长什么样。对啊。初次见面，两个女生有点小尴尬，倒是常面对游客的阿朗先打了招呼。不过当彼此互赠完礼物，小蝶点点马上恢复了活泼本性。一个盒子吧，而且里面还有个东西，那是手链，戴在手环上。这是你做的吗？哇哦，用心的阿朗不但亲自编织了手环，而且还写了一段感性的话哦。希望我们的礼物你也可以喜欢。希望我们礼物你会喜欢。蓝心佑，欢迎来到延平虾巴西告，希望你们在这三天可以玩得很开心，也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以后见面不再陌生。小布农胡启英，我觉得他们很和善，笑容满面，好活泼。可以放在手上面，好痒哦，给你吧。很斯文，很斯文，很斯文。不要想偷跑出来，明天早上我要来看你。那你是原住民吗？我也是，我也是。你看不出来是原住民，对你他比较黑，他是赛德克族。干嘛那么害羞？哎呦，不说还真没发现哦。台东的小主人其实还有一个在一旁默默害羞很久的穆恩哦。脱落啊，树皮用树皮的。接下来趁天黑以前，阿朗拿出了布农族的传统木制陀螺，要来秀一下啦。这么大颗，你看，跟我说啊，快跟我手一样大。这个陀螺特别，不只是超大颗，怪的是它竟然是用坚硬的构树的树皮来转陀螺，而转成功后还要持续用树皮鞭打它，如此能够让陀螺转最久的，就是最后的赢家喽。不过总是拿下比赛冠军的阿朗，这下却频频的表现失常。阿朗还要苦练10年。真是啊，他是隔壁的，隔壁看着他。那么细呢？越紧张就越打不好。阿朗决定先让小杰和点点来试试看，结果没有想到。你好，哦，等我打。他们来啊，我又是在这边的人，我又常常打，就是这样，他觉得这样有点不好意思。话虽如此，但身为布农后代的阿朗怎么可以落亏？有了。果然当阿朗静下心来，感觉不就慢慢找回来了吗？好啦，这下他可要让这颗大陀螺转到天荒地老喽。刚差点输了，对啊，对啊，幸好。没有，你看，还好后面有血丝。走，要不然的话，客人明天可能就想走了。夜晚来到，但咱们今天的行程可还没完哦。原来阿朗家在整修，所以他们要带两位客人前往邻居家来借浴室洗澡，而同行还多了一位玩伴阿布斯。自我介绍一下，我有一些不同名字叫做阿布斯。彭梅，原点的彭梅和阿布斯是同班同学，再加上彭梅的弟弟小阿朗，人一多就热闹喽。这时洗澡哪有玩重要啊？斧头风可以打网球吗？啊？你说斧头风可以打网球？
住民与自然共生，就地取材，随处可见的木头不只能够生火烤肉，还能当椅子坐哦。但烤肉所产生的浓烟却让小杰点点有点受不了，四处闪躲。那你闭着眼睛怎么烤？拿进去烤。除了浓烟外，以前烤过山猪肉的点点还铁口直断。真的熟了啦？还没，都还没嘛。我都不相信我，它真的熟了啦。怎么说？就是我们烟的味道才会进去啊。啊，你这样太快的话，那个就没有什么味道。对。你只是吃到它出来的那油而已。果真熟透的山猪肉看来格外刷脆，活家哇哦，老脆糯喽，好吃，真吃了就知道，真的超好吃，真的下次要来吃。对，真的很 Q， 然后很有弹性，很有嚼劲，厚切猪排。好啦，该吃的也吃了，该玩的也玩喽。眼看夜越来越深，两人终于甘愿走进浴室洗澡喽。谢谢我，谢谢你，好玩啊，就很好吃啊。但是他们家洗澡有三只壁虎，吓到，两只在天花板，一只在墙壁上。而且晚上这里很舒服，很凉，对，很凉，不像我们那里热死了，晚上都要开冷气耶。今天哦，好的开始，就还好，就很好啊，还好，能相处。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好朋友，可以，真的。阿朗说的肯定，但谁也没想到愉快的钢琴声会在隔天变调，城乡孩子的落差竟在第二天达到了最高点。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更远的路啊，不想往上走，还是体力往上走。穿过高山，经过海岸，从都市到部落，我们用劳动换工，拜访族人，我们用真诚耐力学习部落知识，这就是部落二人族。有时候姐妹不一定一定要抱在一起哭嘛，姐妹可以一起手拉手去海边玩。我觉得年纪到了有关系，会到了一个成熟的年龄了，对不对？我刚才说什么？年纪没有吗？默默陪伴也是一种，一句问候，她知道，她可以感受得到我的不开心。这就是姐妹的力量。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八点，欢迎收看八点，怎么能够？My body went limp. I didn't feel like I had that strength to. Voi che Tunisia sulla freccia vuota certa. Ora mi dimostrerete che Tunisia ha il qualcosa di più. The epidemics that followed, then colonization, and finally the reality of modern economics. Oh, wait, look, sugar, no, ho, io, ma, ua. N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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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ma, wei, ma, ina, wei, e, ha.早餐后，所有小朋友都集合来到阿朗家，他们决定带两位小客人照着他们平常的玩法骑着单车到处玩。喂喂，不行啊，脚踏车太高让点点有点害怕而反复练习，但超爱骑车的小杰则因为常和父母各地骑车游玩，所以这回倒是适应得蛮快的哦。好了，终于小阿朗带头出发喽。而且还蛮顺的，而且阿朗在后面有一直告诉我要干嘛，所以就不会跌倒。
在一阵尖叫和吵闹声后，第一站大伙平安来到了田里采芭蕉。那个已经成熟了，这边我觉得把它砍掉，它就倒了。阿朗拿起外公送给他的见面礼布农族弯刀，使尽全力的砍倒芭蕉树。这是什么枝啊？你看这全部都是水。先出去。出去这是什么枝？它的枝小，不要碰到，不要碰到会痒，会痒。我觉得我已经开始痒。哇，这样一刀就断了。这个也要。他砍一刀就断了。其实功夫，这不是菜刀啊。好了，安不累了。啊，蛮心痒，你补好了呀。香蕉断掉了啦。这是芭蕉，不是香蕉。芭蕉断了，有一根要断掉了。真吓人呢！没想到只是扛个芭蕉，就让小杰发挥了呐喊本领。好夸张啊！很夸张。对啊，那个为什么我需要叫这么大声啊？那个应该很轻吧？啊，砍的时候呢？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砍的没有力，应该连老鼠都砍不死。全部都是芭蕉，籽都黏黏的，很恶心。对，然后会痒痒，而且超重的，好不好？酷热的气候下，大家再度骑上单车。这一次阿朗要带小杰点点到他们常去的溪流玩水捉虾哦。前面要下坡，要一起压。然而因为之前已经骑过一段路，而且刚刚又花了力气砍芭蕉、扛芭蕉，再加上接近中午的阳光炙热，没多久，生活在都市里的两个女生战斗力终于降到了谷底。可怕，天哪！所以，走得很用力，骑还是很慢。下为了要等点点跟小杰，大家只好都下来用牵的喽。可以用骑的啦，中暑啦，我中暑啦。今天用骑的。对啊，用走的，你还走吗？其实更累，全部走，你全部用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吹一下冷气可以吗？吹要冷气，好热哦，我满头汗。这两个女生不停抱怨，让身为小主人的阿朗不知道如何是好，无奈的他只能等在最后，陪他们慢慢的往前进。我不想往上走，哎，这体力往上走。我可以直接坐在那里吗？我看这里有风哎，对啊。我宁愿不要玩水。这里有风哎，我好晕，我都不爱再往上走。他们很像，他们骑不动。其实用骑的比用走的还要轻松，可是我看你们也很累。还没有，我们等他们，因为这样骑，他是慢慢骑，有节奏的，要慢慢骑上来就骑上来，要有技巧哈。嗯，他们一下骑太快了。你看，然后等一下要用走的，我们没有放弃休息。默契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你听过吗？可是没有更远的路啊。有啊，那前面很远都是啊。而且我们的人生路还漫长，不要从这个时候把我们害死。好，我们会过劳死啊！饶了我们一下子。走，三一二，三，好了，走了。啊！这样就好了。对。看到小杰又牵起脚踏车，点点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走。尽管阿朗一直要他们用骑的，但这两人却铁了心，只想用牵的。那我还要去爬山呢。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差别。起来就还好，我们真的体力不行。而且我在我们班算体力够了吧？我也是啊，走不动了。他们体力很好哎。可能在都市来讲是这样吧。刚不是你说很热，一直流汗吗？经过了一番折腾，辛苦果然是有代价的。不要，我不想摔他，我把他们摔很久。没关系，玩就玩，还怕摔？你这样很不干脆耶。哇哦！
碰到冰凉的水，小杰点点骑车时的不满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嗨到爆的清凉滋味。就是嘛，酷热的夏日里没玩过水，怎么能说是放暑假？啊，那水超冰的，那里就是石头，就是滑滑的，然后那种是大，就是溜滑梯，滑下来，很好玩。而且那边又有太阳，然后就可以晒日光，然后又有冰凉的水，就真的很舒服。所以刚刚很累的话怎么样？早就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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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他就忘了，没了，他已经快要九霄云外了。玩水不够，阿朗还带着大家翻开石头找起虾子来。不过点点抓到的好像不是虾，哎，怎样？蝌蚪，而且它在我手里的时候还在动。哪里有看？没想到泡在冰凉透心的溪水里，彼此间的友情反而暖和了起来，完全弥补了之前骑车时的疏离感。拜拜。但更让人意外的是，骑车回去途中，一个弯道竟然让点点摔车喽！妈妈，坐得太烂了。对。原因什么？很痛。为什么很痛？脚踏车被一只网碰到。嗯。很开心吗？没有，很痛。忍耐一下，等一下就好。回到阿朗家，坚强的点点忍着痛继续消毒伤口。所以这已经不算痛。大家看，继续说。知道，没痛就可以了。这时候在外面等候的阿朗则对点点的状况下了个结论：悲伤的时候要找事情做，悲伤；生气的时候啊就要去玩，难过的时候嘞，难过也要去玩，生气难过都要去玩。没错，怎样都要玩，这不就是每个小朋友暑假最想做的事吗？走啦，出发喽！希望我们能可以保佑我们入伏的时候平安，然后回来，然后写的知识。台东森林博物馆没有华丽庄严的建筑，有的只是漫天荒草、崎岖小径，以及完全不经人工修饰的原始森林。这里可能连许多台东人都不见得知道哦，但却是阿朗这群布农孩子最爱的游乐场，也是他们最想推荐给点点、小杰认识的地方哦。瞧瞧这博物馆的一线天，可是窄到连一个大人侧身都很难过得去哦。是人走在坎坷的山路上，点点和小杰走得很小心，阿朗和木恩也一前一后的保护他们，就怕又像骑车一样发生了意外。滑倒了，就跳下来，没有很高，没有很高，就这样彼此不断互相提醒，一路小心地跟着走。而像这样走在各种不一样的奇特地形上，对阿朗他们来说可真是好玩极了。那小杰和点点呢？啊，好恐怖哦！我第一次体验到爬树这么好玩。虽然很累，可是真的爬树有一种很满，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有成就感。有人看过去，我们就让他们。回到了休息区，大伙轮流倒米做麻吉吃。阿朗说，布农族的麻吉早期就是因为客人要离开的时候，他路上没得吃，于是倒麻吉给客人带走。而这回有朋自远方来，香 QQ 的麻吉自然少不了喽。你阿朗，你要弄给客人啊，他们是客人。那个彭美还有，就有米饭的香。除了吃到不一样的麻吉外，小杰和点点还学到了原住民的竹板烤肉方式。
而在吃饱喝足之后，天也黑喽。所有的小朋友聚集在布农族传统的妈妈屋里，听着大姐姐聊起族里流传的故事。是我们以后称呼叫做他不帅，就是他不帅。就是不好的东西这样。很高兴今天桃园来的小朋友，你干嘛丢？来到我们的森林里面，然后享受大自然，希望他们可以更了解我们布农文化的族群，也更加了解大自然的重要性。很高兴今天有认识新朋友，然后今天大家一起去爬山，也欢迎你们下次。今天我们大家玩的很有意义。啊，萌萌。台东第三天，点点和小杰要回去的时刻终于来到。就是刚来的时候，感觉跟他们都格格不入吧。就是感觉现在感情比较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却要回去了，应该多少都会有一点不舍吧。要回去了，就是很谢谢他们这几天带我出玩啊，然后就是也谢谢他对我们的照顾吧，就是他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也玩了很多，我们也知道很多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像是他们知道的跟我们就差很多，他们的体力也跟我们差很多啊，他们玩的东西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说话的方式也跟我们。这就是两个桃园小朋友和一群台东小布农相似的故事，动心吗？暑假就这样玩，下次换你玩喽。猫哥，我是 Music 到天亮的主持人明德，仅代表 Music 到天亮所有工作人员祝福原名七年业绩长虹。事故警报，请依照政府机关或广播指示行动，携带好个人证件、药品和轻便物品。宠物是可以一起带走的啊。哎呀，我赶紧我们家小孩。不要担心，学生都同意由学校安置在收容站。公所等一下就会派车过来接我们了。由专车或自行前往收容站的民众，经侦测无辐射污染，便会安置在收容站中。政府有安排，照着指示依序来。哎嘿呦啊！很开心呢，原住民族电视台今年。